三个许愿呢、啊？你许愿，明天是爸爸的生日啊！啊，你们都可以。隔壁在干嘛？隔壁在祝福。那你们不可以啊！你们两个没有许愿啊？你要是我两个知道给我。许愿你要做什么？好，第三个，我头先无小心讲。我要讲出来，放你的心肝内。大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阿杰正好你。我，你讲完了，在心里讲完了。好，我把它讲出来。就是在高中可以读好。哈哈哈哈哈。应该说可以搞到好的大学。啊，不拉倒。好，祝大家可以中大奖。啊，很好。那个高中能不能不好，那靠你自己。哎，我都还没吹呢。哥哥自己快吹了。好。我要开的。我要的。好。好，要给。我。好，你会接吗？先把这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烫哦。